Hello， 续啊，好耐冇见啦，欢迎翻嚟收睇呢个《House of Five Four》啊。咁啊，漫漫长路啊，嗰啲宏观史知识咧，我都发现我自己玩得好慢啊嘛。主要可能近排有啲忙啦，咁有时亦都系冇乜空间咧去到拍片啊嘛。期望今年咧，一系咧我会希望有个新嘅工作室啦，或者搬去一个大啲嘅地方，我自己独立房咧，咁咧就会。会比较好啲啊！咁啊，而家我哋咧仍然在1940年嘅1月20日啊。咁啊，上集咧我哋就冇推动呢个历史巨轮咧，但系执咗啲船舰只嘅分配啊。咁啊，今集咧我哋就会执一啲嘅空军嘅。咁啊，我哋因为咧前集我哋又执咗陆军啦。咁啊，你之前咧喺呢个嘅法国俾呢个德军咧焗死咗啊，200,000嘅士兵，基本上我哋而家冇晒陆兵啊。咁啊，我哋只能。陸軍啊，咁我哋只能夠靠呢個嘅天然嘅屏障，就係、是、呢個英倫海峽啦，即係我哋嘅強大海軍同埋空軍咧，去到俾我哋咧重新咧去到再出嗰啲兵啊。好咁啊，呢、這個我哋失敗咗，哇死咗哦 ，OK， 冇沉船啦。咁啊，你見到咧佢哋意大利嘅空軍同埋呢個嘅德國嘅空軍都係好惡嘅，呢個係冇講勝利淨失敗啊。但有少少嘅损耗，大家见到个平均诶武装力，如果下面咧即系冇沉船啦，我哋有23架飞机，但系佢有84架战术轰炸机，我哋可能要加强我哋制空嘅防守啊，仲有冇海军嘅？未呢度输咗啊？呢度系嘛？又唔系、啊、？OK， 咁啊，亦都系飞机对呢一啲嘅 SS 啊。好啦，咁啊，今集咧，人力不足啦，首先，咁啊，另外咧有未分配嘅部队啦，呢个都唔需要理啦，咁啊，呢个咧暂时啊，我哋咧系死得最多噶，损失咗227,000啊，即系227,000嘅人口啦，咁啊，波兰好快俾人吞并咗啦，咁啊，损失咗178,000啦，咁啊，另外法国啊，自由法国咧都损失咗接近200,000啦，咁啊，反观德意志咧。只系损失咗41,000嘅啫，咁啊，意大利咧就死得多啲啊，咁啊喺嗰个格局度啊，呢、這、一个意大利咧都系俾人一种感觉啊，呢、這个法西斯主义都系呢一个嘅德国嘅傀儡啊。咁啊，当然意大利人就冇咁样去到自己睇嘅。好嘛，我哋好快 go through 一下，而家我哋个空军嗰个总舰究竟系点样啊？咁啊，你见到有啲咧喺个。你见到呢个有个类似一个船咁嘅样，即係话呢喺架航空母舰上面啦。咁你见到个 Tech Tree 上面啦，係有得呢去到升级将一啲嘅飞机呢转做呢去到睇下先啦，研究係啦，转做呢可以系舰载㗎。OK， 咁啊你个见到研发完成即係未必得啦。咁呢一个呢就研发中啊，咁呢啲都得啦。咁主要有几种机种啦，有呢一个嘅战斗机啦，呢个叫 CS 啦 ,Close Air Support 啦，咁比较短程啲同埋啲价钱平啲嘅，咁但係呢啲杀伤力都低啲嘅。咁最正路嘅就係战斗机啦，制空力啦，海军轰炸机啦，炸船㗎啦，或者炸啲岸边港口啦，重型轰炸机啦，炸地面噶啦，战术轰炸机再劲啲嘅轰炸机，同埋呢个终极嘅战略轰炸机啊！咁我哋暂时咧 focus 咧，如果防空啊或者制空权咧 focus 喺呢三样就可以开始啦。因为我见佢哋啲海军都唔系咁示弱啊。咁啊，如果你迟啲可以研究咗呢个嘅喷射引擎啊 jet engine 嘅时候咧，就可以有一啲comic 啊。Viper 系嘛，毒液系啦，咁啊呢一啲去到1945年、1950年，仲有好远嘅路程啊！咁我哋而家最出名嘅应该就系呢个英国嘅 Spitfire 啊！咁大家喺好多嘅二战戏里面都会见到噶啦，咁特别呢个嘅登克啦嗰套戏里面咧都有出现过啊！最后应该个机师俾人捉咗啊！咁啊咁多嘅空军、陆军同埋海军咧，我谂对于有。国家嘅军队嘅人嚟讲咧，大家都觉得空军系最型嘅，譬如南韩咁样啦，即系大家参军啊，啲大学生啊，高受过高等大学咧，佢觉得去到参加空军咧系一件最自豪嘅事嚟啊，咁啊亦都比较难入啦，同埋对呢个身体嘅个体能要求咧，相对比其他嘅士兵都更加高啊，特别喺心肺嗰一方面啦，因为承受啲 G force。咁啊，英国空军咧 RAF 啊，一直都系。Royal Air Force 都是世界上面比较都是很出名啊，而
啲士兵喺度春紧。好啦，我哋唔好 bullshit 咁多，我哋即刻睇一睇啊！而家我哋嗰个分布讲嘅系点样先？咁你见到呢度有啲机场咧，指上去咧就话最多2000架，而家有300架。咁咧有我哋可以 cut 一 cut 佢咧，就见到上面有啲乜嘢啊？咁咧呢一个咧就系喺南英格兰度呢一个北伐。咁啊呢一啲咧可以翻翻嚟先嘅，系啦 ，disable 咗佢，取消佢个任务先啦。系啦，因为呢如果佢去咗嗰度呢，我哋而家未需要炸嗰度住啊。咁啊，可以返返嚟，唔係攻击港口啊。係啦，返返嚟呢度先，英伦海峡。咁啊，另外呢一个呢係 CAS 嚟嘅，Close Air Support。咦，两架都係喎。Okay, I see。睇我哋点样可以 cancel 咗佢嗰啲嘅，咁大家见到呢度就系嗰、那个呢一、這个嘅上限，同埋而家有几多啦。咁如果你见到个 number 少咗，即系话有啲飞机咧系死咗啦。咁睇下我哋嗰个制空权咧，而家嗰个情况究竟点样啊？交叉先。OK， 咁你见到呢个英伦海峡啦，咁海用战机有220架嘅。咁敌方咧有446架，仲有军炸机有350几架，啊，救命啊！系啊，熄埋晒呢啲先。敌方嘅任务就系咁多，我哋方嘅任务就系咁多。敌方嘅任务200，最新排序，最新一日。咁啊，我方嘅空军预测啊，45.1%。控制领土是 0%， 我方的任务效率是 100% 的，敌方是有点差的，主要特别是夜晚的时候，侦察到 7.3%。 OK， 如果是一个有越高的空军侦察率，更容易找到接触敌军的机会，这会影响到我方主动进入战机战斗的数量，即如果侦察得越多的话，我哋出动啦，拦截嘅机会咧就会越大啦。好，我哋交叉嚟睇下先啦，系啦。咁而家我哋首先咧要分清楚晒咧，我哋每一个机场里面有啲乜嘢。咁呢度咧主要系呢啲 CAS 啦，呢一个系呢个嘅叫东乜鬼格利亚，咁啊总之系呢、這个东部啦。咁啊呢个伦敦啦，我哋有。93架 Spitfire， 战斗机啦，19架重型战斗机啦，62架战术轰炸机啦，接到呢个命令啊，支咩近空支援 ，OK， 咁啊，仲有呢个62架战术轰炸机啦，同埋34架海军轰炸机嘅，主要咧系轰炸一啲嘅舰上面啊。咁啊，另外啊，呢、這、一个嘅咁样交叉晒先。咁啊，呢度亦都有个机场啊，呢个东米德兰尔。咁咧有台风式战斗机142架，咁啊亦都有95架重型嘅战斗机啊。咁啊，而呢一个嘅伯明翰啦 ，Birmingham 咧就有128架战术轰炸机啊。咁咧就等候命令啊，暂时未出勤嘅。OK， 咁啊，而家呢个嘅咩格洛斯特咧，系咪打紧啊？呢度哦 ，OK，sorry 啊，呢个系咩啊？自由法国去咗唔知边度啊？系啦 ，OK， 咁啊，而呢一个嘅康乜鬼尔郡咧，就有36架，有77架。但得36架嘅海军轰炸机啊，咁可能要放一半嘅呢度 relocate 过去呢一度啊，系啦，咁啊等呢度咧可以多啲制空啊，因为呢度完全系冇冇飞机啊。OK， 咁啊呢一个就系我哋攞点啦，咁啊曼彻斯特咧系冇飞机嘅呢个机场。
咁啊，呢度有96架战术轰炸机，战术轰炸机咧就可以 relocate 去呢一度啊，系啦，去伦敦系啦。咁啊，呢一啲制空权咧，我哋需要啲战斗机做制空权啦。咁啊，呢度有七十架Spitfire 啦，同埋71架咧台风式嘅，系啊，就喺呢个爱丁堡度啊。咁啊，呢度就系打紧嘅地方。咁啊，基本上呢一度就系我哋嘅英国啊面对嘅所拥有嘅嘢啊。咁啊，另外一个都几主要嘅战场咧，就系呢一个嘅地中海啊。哦，好啦，咁啊，呢一个嘅直布罗陀咧就有93架嘅战斗机啊，主要系做一啲防空嘅动作啦，系啦，咁啊，你见到系呢一个嘅可以 detect 到嗰个嘅范围啊，哇，呢度打成点啊？我哋系有少少优势呢个 Alpha Power 同呢个意大利只抽紧啊，咁咧仲有咧呢度有啲空军嘅出勤啦，有105架。咁啊，呢个咧已经死咗啦，咁啊要帮佢加翻啲飞机先，全部转移。OK， 得一架。OK， 咁啊，另外咧系有呢啲全部已经冇晒，剩翻12架嘅舰载战斗机啊，十分之可惜啊，系啊。咁啊，编队上面咧。Okay， 增加到50架，系啦，咁我哋要快啲生产啊，咁啊唔系好够抽啊，咁啊另外呢一度咧有机场咧系有131架，CAS 同埋战斗机啊，主要都防空啊，我哋要啲炸船嘅有冇咧？战斗机。都是 CAS 啊，咁我哋要一啲嘅嗰啲叫乜嘢啊？要一啲嘅海军嘅轰炸机咧，系要过嚟帮一帮拖啊，因为呢度啲需要一啲嘅炸海嘅支援啊。好啦，咁啊，睇我哋可以调到啲咩人过去先啊。类型。战斗机，重型战斗机，我唔系要战斗机，需要咧系海军轰炸机，舰载战斗机 ，no， 呢啲全部 CAS。OK， 呢度海军战斗机有啦，36架。好，你呢一个我哋 relocate 去咧，边个机场好呢？去嚟呢度先，系啦，我哋再嗌多一队。海军战斗机在伦敦的，好，去到直布罗陀，南英格兰战斗机，重型战斗机 ，no， 海军轰炸机系啦，咁啊呢两队 total 咧，36、30加34咧，即系大概七十几架咧就会飞过嚟咧，去到轰炸地中海啊，咁睇下我哋英伦海峡够唔够先啊。希望中间应该佢飞嘅时候应该唔会俾人，我唔知道有冇噶，俾啲防空炮打系啊。咁啊，另外咧得咁少嘅咩？我哋应该唔止噶。舰载嘅爆击机、海军轰炸机，一个喺新加坡，另外一个喺呢一度北英格兰。我哋移一移过嚟先啊！
呢度都好多，头先睇漏咗呢个五百几架，咩萨塞克斯 ，OK， 咁有七十架战斗机啦，九十四架战斗机，三十七架重型战斗机，同埋廿四架海军轰炸机。咁呢一个咧，我谂我哋要做一啲攻击船舰嘅行动啊，冇错啦。咁呢度可以见到有几多架参与呢一个嘅夺取制空权啦，有几多架近空支援啦，有几多做拦截啦，同埋有几多架咧攻击舰队啊？廿四架好似比较少一啲啊。哦，系啦，啲数量都唔系好够啊。好，咁啊之后咧，仲有冇啲人冇嘢做嘅咧？呢啲全部都有嘢做啦。呢一架喺边一度啊？執行航母任务得 ，OK。喂，呢个唔关事啦。有一架战舰，头先嗰个马尔他嗰度啦。新加坡唔关事。咁基本上而家全部咧，佢哋都有 mission 噶啦，但系咧佢啲 mission 咧就比较乱，咁所以咧第二样嘢我哋要做嘅咧就系咧，要执一执啊佢哋嗰啲嘅 mission 啊，而呢度有116架，呢啲可能系航攻击啲舰只啊，拦截就有90架，夺取制空权就有90架 ，OK。好，咁我哋睇咗固定咗自己英国嗰度先啊！哇，点解全部黑红晒啊？好，咁啊，首先咧呢一队系交叉先，有冇咩系冇 mission 嘅？呢一架近 CAS 112等待命令，咁你就唔好等待命令啦。夺取呢个嘅近空支援炸舰只啊 ，yes，ok， 成个英伦海峡都系一格嚟嘅。好嘛，另外咧呢架战术轰炸机喺呢一度咧有128架战略轰炸攻击舰只，咁咧就落嚟咧。飞落嚟呢度 relocate 过 ，OK 待命。咁啊，另外咧呢度系新加坡嘅，有48架 ，OK 呢个唔需要理住啊。仲有冇 ？OK 呢几只喺地中海嘅，舰载啊 ，HMS Glorious 啊，咁啊亦都系待命中嘅。咁呢我哋就主要呢就炸船啦，攻击舰队啦，拦截啦，同埋呢个夺取制空权嘅。係啦，陆地就唔需要啦。咁啊飞过嚟呢一度 ,good, 呢个东地中海。好，仲有冇？冇啦，咁啊应该全部都有 mission 啊，新加坡都可以 assign 啲俾佢嘅，费事嘥咗啊。咦，有架有航空母舰嚟咗嘅，几时出现啊 ？Singapore Squadron， 哇，唔知道有呢样嘢存在喎。assign 一条友俾佢先。呢、這个嘅 Charles Forbes 啊，富士比啊，整乜鬼嘢？嗰、那个而家嗰个财经杂志就系呢、這个 John Cunningham， 佢有啲咩啊？防空海军防空嘅攻击加 10%， 好啊呢一、這个。好啦，呢一架舰里面呢有一架航母舰，三架 CA， 一架 CO 同埋九架 DD， 咁有需要呢我哋就会去香港帮拖啊。咁呢但係个飞机场喺边度？个飞机场，新加坡飞机场。头先我见到嘅。啊，喺呢一度，係啦。咁就。两哇海军轰炸机啊，
巡下罗得唔得咧？攻击下缆只，而家你好危险、啊，不准撤退。任务在日间进行啦，啲成功率都会高啲啊，因为啲视野良好，但系俾人打中机会都会高啲嘅。咁你哋就做。先啦，呢架就去南中国海炸船啦，系啦，咁啊呢架就近空支援睇下有冇啦，系啦喺呢个位度 ，OK good， 咁应该齐晒啦，而家好咁啊，我哋再对多一次先啊，睇下啲人究竟喺度点样，咁啊有几多个喺英伦海峡度做紧嘢咧？一共系220架嘅，咁啊近空支援有124架啦，拦截有94架，炸船有136架，飞骨啦，咁啊，另外有2队咧就去紧呢一度咧，跟住之后我再分一队去过呢一度咧，系支援呢个地中海啊，咁啊，我哋咧攞唔，我哋暂时只能够攞到呢一个嘅，睇先啊，地图，系啦，熄鬼咗人哋嗰啲先。暫時我哋嘅領地咧，只係有呢、這、一個喺呢一個嘅呢個叫咩地方？埃及啦，少少嘅地方啦，係啊，我哋撳翻六分先，係啦。咁啊，同埋呢個自由法國佔據啊，咁啊，我哋所以中間海域啊呢一個嘅制空權咧，我哋個 support 咧就要係兩邊過去咧比較遠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希望盡快咧攞埋呢一個嘅。意大利王国呢一个喺撒哈拉沙漠呢一个位置咧，咁令到我哋啲 support 咧就唔好喺呢度中断咗啊！咁啊，所以咧就派咗咧一队装甲嘅步兵同埋几队步兵，有呢个隆哥美啊 ，sorry 啊，呢个嘅死啦，唔记得咗叫咩名啫？唔系隆美尔，佢嗰、那个佢个对手啊，英国嗰个嘅将军啊，即系一下唔记得咗中文名。啊，总之系劲人啦，喺呢个喺沙漠度咧，系对呢个隆哥美尔啊，咁咧就抢占咗呢个地方，但系进展咧就有啲缓慢。咁啊，另外咧都有2队兵咧喺呢度咧攻占紧呢个南非嘅部队咧攻占紧咧呢个非洲噶，佢咪希望尽快咧保持咗你非洲嘅优势啊嘛，集中咧喺欧洲同埋呢个地中海同埋亚洲3个地方嘅战场啊。好啦，我哋再 double door check 一次。OK， 点解飞得咁强 ？OK， 有一队飞咗去啦。咁啊，呢一个咧就系112架，就系用嚟炸船噶啦。Good。咁而呢一度咧，全部都系英伦海峡嘅炸船，拦截、炸船同埋制空权。Good。而呢一度咧，南英格兰嘅。制空，英伦海峡嘅制空，英伦海峡炸船得啦，唔需要，唔使冇地面啊，炸船，系咁啊，呢个就飞去直布罗陀啦 ，good。而呢一队咧，一个就系南英格兰嘅制空，同埋北英格兰嘅制空 ，good。咁而呢一队咧。曼彻斯特系冇飞机嘅，我哋可能要俾啲飞机去啦，第时咁啊，由第啲人咁样啊，你呢个 relocate 去曼彻斯特啦，系啦，咁啊呢一个咧就飞去大伦敦啊，战术轰炸机啊，因为佢呢度冇乜用啊，主要系我哋反攻嘅时候咧要炸翻过去啊，咁啊呢一个一队咧就系、是。苏格兰嘅制空权啦，同埋北英格兰嘅制空权 ，good 啊 ，OK， 咁啊呢度亦都系冇飞机嘅，咁而呢一度44架咧就飞去直布罗陀啊，我哋咪需要放啲战斗机过嚟咧 ，OK， 呢个容量自由法国呢个唔系我哋啊，呢140架飞机我哋租借俾呢个嘅大高乐啊。噔噔噔，好啦，咁啊，基本上系咁样，我哋试下 run 一 run 睇下佢个情况睇下会点先。哦，黄色啊，有啲风险啊，可能我哋要加强啦，睇下佢哋到咗未先啊。
呢个飞紧去直布罗陀，有啲飞机啊 ，OK 咗未？好啦，未有任务嘅呢128架战术轰炸机，咁就落嚟呢一度咧，炸一炸船啦、啊。好 ，good， 系啦。咁我哋睇埋下面嗰个嘅制空权啦。咁啊，大家见到咧，最绿色嘅咧就系呢个西地中海啊。咁啊。基本上我哋十分之安全啦，但系东同埋中咧，我哋就需要再花多啲嘅精神时间去到处理啦。咁啊，南中国海同埋呢一个嘅海面同埋呢个嘅空军咧，应该都冇乜问题啊。咁啊，而香港嗰方面咧，咪立一立佢啦。咁啊，准备咧设立条防线去到进攻噶啦。啊 ，tick 咗嘅时候咧，其实可以执行噶啦，系啦，咁啊可以 run 佢。好啦，今日短短地咧就系 set 好晒咧啲咁嘅嘢咧，我谂下一集咧我哋可以回复翻历史嘅巨轮啊，呢个乜嘢嚟嘅呢个84架，哇，应该系我哋飞紧去嗰啲嘅飞机嚟啊，哦，好似好危险咁样，炸我哋嘅飞机炸佢啲船 good 啦，呢个咧我哋双哇。我哋架 HMS Trumpets 啊，好似伤咗少少啊，唔系伤咗好多，伤咗哇，伤咗40几%啊。好，仲有呢一度，我哋呢度胜利嘅9架战斗机对8架 SS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下一集我哋可以回复翻正常咧，就系呢一个嘅推动呢个历史嘅巨轮啦。咁啊，呢一个嘅。飞机生产咧，我哋都系非常之努力噶。你见到咧，我哋啲飞机啊，需求咦够咯？我哋整啲，我哋可以减少生产呢一个 CAS 同埋战斗机啊，生产多啲舰载战斗机啦，同埋呢一个嘅海军嘅战斗机啊，冇错。好啦，将个 priority 推高啲先，再升，佢最衰冇得拉上去啊，系啦，就系呢一度。咁啊，而家我哋啲 factory 都满晒啊，啲船都满晒啊嘛，而家 full power 咧生产各样嘅，哇，13000几啊，系啊，所有嘅需求品啊，主要集中喺陆军啦同埋空军身上啊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今集嘅时间就系咁多啊，短短地半粒钟啊嘛，希望大家中意呢一个嘅系列啦，希望好快可以再同大家继续啊呢一个嘅历史嘅巨轮，我哋下集见，拜拜。